不是，这个太怪了啦。这个真的是这样收掉。这个真的好像少了个什么花，不对呀。这个可以吧？还有你说比萨斜塔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气势的。这个很有气势啊！我觉得其实一张就好，我们不能过度宣传。没有，就是要很多张，要贴在每个角落，因为他们如果可以收集的话，就可以，比如说收集几张照片，建制换饮料，你应该也要帮那个谁，帮他拍。他就是调酒的。哎，酒那个吧台的也很漂亮。把那个窗帘里面卷上去，然后放下来的时候这样，哇，然后这样一排这样就。可是他可以找一个调很有名的调酒师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调这个有名的调酒师，然后跟他把从巴拉圭来的，对，巴拉圭带了很多巴拉来。哎，业务经理洋葱，严志玲说要有那个调酒师啦，然后美秀姐说那个调酒师是从巴拉圭来的啦。对呀，巴拉内姆啊，不会啊，就很屌哎，很屌，真的吗？这样贴一个就好了啦，贴太多了，我觉得。严志玲要不要签名 ？Says Love It Brian Brian 签一下。我们是想说这样一张，然后空一格，一张空一格再一张这样。太多真的会很像，三张而已。你们一直要想到那边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啊，还蛮美秀姐一直觉得啊，你看看今天的天空，再配合这个天空，但是如果要还有这个伞，如果要让我平衡的话，大家放一个照片，是这样，那要包很多，百包哎，呸，叶总，来这边玩都会秀嗨嗨，对，哎呦不可以，不要乱讲，我不能再笑，这个啊不好笑。